我一定会找上一些跟老师要磨稍微不爽。我本来学校就开会有同意，我在不高兴的时候，我真的情绪有不稳定的时候，我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事来缓和来调整，只要不影响课堂，不发出噪音就没有。只要不影响课堂，没有发出噪音，定义。你坐在第一排，会影响到我。是我决定的吗？我他妈最后一个人选位置的话，我就只剩在你是。那我被影响到了，哦，有没有？我怎么被影响到？啊！啊！干啥鸡巴？啊！我会跟你一般计较，那这个摔坏了，就由你家长来赔。这一把三千三。看看怎样？叫教官来，教官来，坐在这里好好的，一千人，干！怎样？要打了是不是？你们班长到底在干嘛？教官来，我不会跟你一般。接到教务主任。好，随便，我不会跟你一般计较。可是你就是影响到我上课。我劝你是忍住。我再忍。对，你就忍。给我退后。那我要跳到哪里去？后面是真幻墙，然后我躲到真幻墙。掉下去。我为什么要跳下去？这是我的数学课。最后一次哦。那你不要再管我。这不是你的范围。什么东西？这不是你该管的范围。为什么不是我该管的范围？我是这个课的老师啊。又是一句脏话。我现在就跟教官或者学务主任确认说，哦，你有这个特权，那我就道歉，就这样。如果没有这个特权呢？那就看怎么处理。你还认为你有错？你还认为你没错是不是？哎，目前为止，因为我还没有确认到你有特权。老师，你也看到了吗？他说他有特别特权。他说他有特权。沈那我没办法确认他有特权。静下来，我再放开你冷，你能确定你冷静，我才放开。妈，找事啊，自找的。该立誓啊！Thank you.
抓起来干嘛？给我钱呢？抓起来！陈信成，冷静！干呀、啊、干屁事啊！干我屁事？那你不觉得你现在有点莫名其妙吗？你现在不能干呀、啊、屁事啊！王旭，我上我跳上来。瞎子啊！原谅我。老师，瞎子啊！你帮我换位置上，不要。